好，在 Excel 里面呢，我们为了要增加表格啊资料的阅读性啊，如何一键完成格列填色啊？格列填色啊，那基本上这个很简单哈，啊，以这个表格为例哈，啊，就是从 A8 到 F47， 如果要快速的哈，啊，不管它今天是几列，100列、1000列、10000列，都可以一瞬间就完成了这个格列填色啊。那它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按 Ctrl 加 T。然后呢会问建立表格，然后问你资料来源，假设没问题了，有我的表格有标题哈，这是标题，然后这时再按一个确定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干嘛，格列填色，单数列会填满它的底色，有没有哦，双数列就空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什么资料的可看性啊，不会单纯的干嘛只是看那些啊同样颜色同样白底的字啊，这样会好看一点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颜色不喜欢呢，没关系，这边也可以让你挑，有没有？这边还有贴各式各样的，让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是哪一种啊？现在目前有没有是蓝的，你也可以说我要什么红的哦，有没有？这都有哈，黄的有没有？这个看你自己哈，你自己喜欢哪一种你就挑哪一种，绿的有没有？哦，蓝的啊，哦，这样黑的哦，所以花样很多啊，你可以看得到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它自动可以帮你作业，哦，看你自己喜欢。